大家好，我是安化。最近家里存了很多雪糕棒，一直想做点什么东西。做点什么东西好呢？对吧，咱们做一把剑吧。
好了，这一把剑就做完了，整个过程显得有些笨拙，第一次做没有经验，怎么想的我就怎么开始了，现在回头想有很多可以完善改进的地方，但既然做了咱们就把它做好，下期视频我会给它再做一个涂装，上个颜色应该会更好看一点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咱们下次再见。